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嗯，有刚听完歌有点小悲伤吗？没有，嗯，好 ，OK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今天很快乐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听到这种歌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快的又陷入一个悲伤的情绪呢？如果你是的话，那你就跟我一样，可能是巨蟹座。嗯，你是对不对？可是他不会，因为你的上升在。我觉得你也不会。上升是摩羯啊。哦，那你的太阳呢？牧羊。那就完全不会。为什么？容易情绪化。OK。好，下一首。如果。